说英雄，谁是英雄？是面对黑恶义正言辞的他，警察们走，还是面对哭诉轻声叮咛的他？快停车，快停车。是千钧一发一冲而上的他，还是跋山涉水不厌其烦的他？我叫陈建如，忠诚于党，是党的事业高于一切，为党的事业舍得一切。在我穿上制服的第一天，记录成了我的座右铭：穿上军装，不畏艰险，保家卫国；换上警服，牢记使命，守护平安。我叫沈瑞如，以人民为中心，为老百姓服务，是我从警最深切的情怀。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人，就想着要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。看着那无户苦人员从重拾身份到生活脱困，走向共富之路，我再多的苦也值得。